是 S-Space 的 KC 哦。很多物主都会好奇为什么要请 ID， 就是所谓的室内设计师。其实我们 ID 是提供全程性的服务，从设计 consultation、 3D 图、项目管理至售后服务。每当我们在提出设计计划之前，我们都会与物主进行沟通，了解他们每个成员的生活习惯，再根据他们的需求来打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活起居。就比如说有的屋主是一个属于非常好客的屋主，我们就会建议一个比较宽敞的客厅和富有灵活性的空间来招待他们的朋友或亲戚。从9月22日至30日，我们即将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的 My Home Grand Furniture and Reno 会为大家提供免费咨询。我们到时见，不见不散哦。